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。刚打那个大前辈玩来玩去都不认识的，都是随便点来进来玩的，不认识。现在就拉了四个粉丝啊，这弹幕就说四个倒霉蛋。哦，我刚在看你直播，哇，打得我气死了，毫无沟通。他有个挂机的，是啊，我就目击证人呐，兄弟，目击证人。他们什么开的？帮我看一眼。OK， 我们开，我们开，公开，公开。OK。那我们这组了个粉丝队，那不是随便乱吃。哎，安琪拉在搞我。请求集合。下路稳住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吕布没闪了，太乙没闪，哦不不不，鬼屋子没闪是吧？吕布没闪了。OK OK。中路不见了。哎，中路中路，快快快，不要放一个。哎，这么猛吗？他们没事。这么猛，哇，可以上路，快走快走，他们都去了，上路。好，对，下路我们来了，他们好像跑了。上路蓝跟安琪拉在。OK， 蓝在上路，那我们直接开暴君吧。打到风刷了，再去拿魂。看下路有没有机会。鬼谷子，鬼谷子。OK OK， 能越吗？哦，你没事，那算了。上路靠你自己了，有心会玩的，相信他自己。差点，差点死。草里面好像有人，他在反我的人。哎，他把大放了，看到了，他没闪。完美，完美。六六六，好兄弟。很果断的，果断，必须果断。这吕布上路好像吕布把大给放了，你下路要不辅助就直接跟着这个狄仁杰算了，不然狄仁杰感觉不停在被阿鬼折磨。对，你直接跟他就行。上路好兄弟，我先不管你了啊，我感觉你自己完全行。攻击不见了。好的好的，不知道安琪拉在哪，能咬吗？能咬吗？完美兄弟。上路那个三，我们把中路清了吧。看这个蓝漏不漏啊？蓝在上路。OK， 现在应该在打红。我上路，我们再走。他们搞一波。防御塔护盾消失。他应该有大有闪的。我看第一个技能呗。他在挡蓝，他在挡蓝。行行行，那我们把主宰开了吧。他们下路已经推了，换线吧，你们直接再换到上路去推了。那我去下了。六呀，火舞没杀死。我上路补一波，可以可以，绝境完全行的。啊，是四分之一。来，射手来上路推。差不多打上了，中午在赶。喜欢人家的尾巴，下
小心，喜欢会致命。哟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推上路卡就行了。没了。利用最后一，我们秒掉他。没事，我们运塔运塔。疯狂有闪吗？没有闪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可以直接推中路，不如我去守吧，我们再推一个。好的好的。安琪拉去了。安琪拉，安琪拉咬，快快快，把安琪拉看能秒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能留吗？留不了算了。压得差不多了吧，撤吧，我们。你们上路看情况。来吧。他在里面有吗 ？OK OK， 来了来了，再赶再赶，马上到，还能坚持一下吗？再赶。帅哥来了。完美。牛牛。留吗？踹一脚，哇帅。好好好。下不推，下不推。好好。中路压，中路压，把线压进去。中路，对对对，我去把暴君打了。你看中路看情况，能压就压，压不了就撤。可以啊，没到。怎么说这个红 buff 有没有想法？快点，中皇来了，搞一波，搞一波。来来来，我到了。我差不多到了，我屁股后面，屁股后面，我正在走，注意注意，看东皇，看东皇位置，红可以了 ，OK OK， 拿红拿红，就拉了两个，先把他秒了，好牛，来来，给压力给压力，把上路塔砸了，你清掉中路线 ，OK， 鬼谷子是倒的。注视我的人，你们的脸我都记住。先走一步。好像不好上啊，撤吧。对，摸两下差不多了吧。中路，中路。哎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啊！不行不行，这一波。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行，我没大招，我进不了。我他直接闪现过来吸。看我们把上路给摸了，哦，摸不到啊！这个一技能，我的天！我溜了溜了，撤吧撤吧！还在追你，我来了。OK OK， 我先拿个蓝。弄他弄他！哎呦，安琪拉的伤害很高，看看。可以啊，不知火舞，帅。没有注视我的人，你们的脸我都记住了。嗯，他们家红，马上中路可以。对，中路可以压，中路可以压，他们少人，他们只有一个吕布守中啊。蓝在下。OK OK， 守，推推推推推。随便去把上路摸一下，注意站位，注意站位，看东皇咬一个吧。东皇他跳下来的瞬间，你可以咬他了。上不去算了，上不去把野区收一遍，收一遍拿主宰算了，稳一点。把野区收一下。就不打正面吧，那个鬼舞者拉一下比较恐怖啊。要摸一点。冷静冷静，我们两个人不在。撤撤撤。搞不住的。来了。把主宰秒。再秒一个吧。没事的。没有注视我的人，你们的脸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
嗯 ，OK OK。把下路线带过去，可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准备搞一波。肉体和灵魂的时差。你小心啊，丁姐。注意阿鬼啊！来推塔，推塔。注意鬼谷子位置，好，鬼谷子不在了，推推推。凤凰随便咬吧，有闪现二技能上去随便咬。没事，点塔就行了，点塔就行了。哈哈，都被东皇吓跑了。天哪，被他突击了。BGM 声音大了是吗？怎么又说 BGM 声音大，声音小的？荧光棒。